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河水里的小龙虾都吃过，海水里的小龙虾还没试过。来了几个朋友，今天咱们做一个十三香小青龙。刚打开我以为啥呢，这种用报纸包的还是头一次见。先给它洗一下。我猜这家伙还会叫，不过是真难听。再涮两遍，尾部改下刀，更入味，控控水分，龙虾过下油，这样吃起来更紧致。六成油温下龙虾，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，这个水分控不干净。后来这个青花椒配进去，特别有风味。切点葱姜蒜，二斤条七段，稍微倒点油，再来一块牛油炒化，先下入青花椒、葱姜蒜、二斤条，大火给它爆香了，一小块火锅底料，还有十三香成字幕了，炒得微微发干就可以了。三罐啤酒，调香味，来点盐、生抽、酱油、白糖，中和香料这个刺激感，下入龙虾。最后一个刚刚好，是有点少，再添点，小火炖半小时。吃这玩意儿最好还是戴上手套，上面刺太多了。来，哇塞，嗯，改了一下刀，真味儿，是吧？嗯。哇塞，你看这个肉相当的饱满，嗯，太满足了。这青花椒这麻味真不错，哇塞，专门调点芥末来尝尝它呀呗。哇塞，这味真上头，不好吃，你尝尝。咋样？够味儿，够味儿啊！这玩意儿一阵一阵的，相当舒服。来，最后一个人一个。